我忙了许久，呢支并不是一支普通的锁匙。咁其实佢系一支咩咧？呢一支是一支能够通往你屋企的锁匙。你头先唔系话呢条唔系锁匙嘅咩？冇错，佢并不是一支锁匙，因为佢唔系用嚟开锁嘅，佢系一支车匙，系刹车嘅。头先你唔系话呢支可以通往我屋企嘅锁匙嘅咩？点解会变咗车匙嘅？